就是一个坏孩子、野孩子，没有教养的孩子。你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妈妈。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。不许你侮辱我妈！ 林佳佑，嗨，我叫林佳佑，稳重，稳重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林佳佑。啊，小伙子，你就是林佳佑，是的，董事长，就是我。小伙子，不错，有发展。 我们公司就用你了。谢谢你啊，救了我的干女儿叶琳。坐。我叫王少华。 原来你叫王少华，你知道吗？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王少华，最不想见的人也是你王少华。我连做梦都想打你王少华。哎，你等等等等，小伙子，我们两个之间应该不认识吧？不认识？好。 那我就来提醒你一下，很多年前，一个小女孩的生日宴会上，有一个小男孩，你是怎么污蔑他偷钱包，怎么当众羞辱他的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谁呀你？钱包在这儿。小鬼，你不能这样没有教养。 你的爸爸妈妈没有好好教育你吗？没有教育过你要好好做人吗？你爸爸妈妈不好好教育你，那叔叔就教育你。叔叔要是教育不了你，那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，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叔叔来教育你。你听见没有？给我走，上警察局去！我不是你妈的。 车被划伤，你是怎么把这个小男孩送进派出所的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你干的？不是，这不是我干的。还说不是？看来你的爸爸妈妈一定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。我不是你妈。 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所以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。对，就是我。你嘴里那个野孩子。你妈是林敏君。没错。替我妈做事。 其实我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一个坏孩子、野孩子，没有教养的孩子。你之所以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好妈妈。你的妈妈不是一个好女人。你干什么？保安！保安！ 保安，佳佑，你干什么？叶琳，不要在这里工作，他是个不值得我尊敬的人，把他带走，滚，滚，带走。佳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警官，我是大家长，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刘天祥，这位先生，你是？多年前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让你好好管教你的儿子，否则他将来杀人放火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原来是你啊！对，当时你跟我说你的孩子你会好好的管，怎么，过了这么些年，你的孩子就被管成现在这个样子？王先生，你和我们家佳佑又怎么了？他在我的公司打我。我要告他，蓄意伤害罪。哎呀，王先生，哎，你看佳佑现在年龄还小，你还是谅解他一下吧。他小的时候，你说他年纪小，你让我放过他。到他现在这么大了，你还这么说，是要到他真的杀人放火，你还要护着他？王先生，你看，你现在不也没什么事吗？我叫你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我这次一定要告他。王先生，你先消消气，你听我说啊。佳佑呢，刚刚踏入社会，如果你要告他的话，这个事情就大了，就会影响他以后的前途。我在这儿，我给你道歉了，我请你原谅他。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如果你管不了他的话，我会替你管。王先生，那你说吧，你看你要我们怎么样，你才能够原谅佳佑呢？既然他的爸爸管不了他，就让他的妈妈来见我。你好，请问审讯室在哪？在那边。谢谢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儿子打了我。你说佳佑打了你？对。我要告。你才肯撤案？你就是跟刘天祥结婚了，对吗？我孩子就是叫你妈妈。不，你误会了，他是跟他去世的母亲的姓。至于我跟天祥有没有结婚，这跟你没有关系。难道你没结婚吗？当然没有。我不想知道，现在我来了，请你撤案。不可能，这孩子很坏，很没有教养，只有警察才能管他。不行，你误会他了。无论怎么样，请你给他一次机会。我求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我会把他带回去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。你很愿意教育别人的孩子是吗？尤其是刘天祥的孩子。少华，我已经不能再生，我有出过一次事故，那骨盆摔伤了，医生说我这辈子不能再生了。就在这次事故里面，我在床上躺了很久，我差点瘫痪了。是天祥，是他一直在照顾我。他治好了我，所有的医药费和生活费都是天祥。能帮他照顾孩子不行吗？所以你是因为感激刘天祥才嫁给他，并不是因为爱。你没有爱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我请你撤案，放过佳佑吧，非要我给你跪
我请你吃饭。我答应你。谢谢。但这个孩子，你们真的是要好好管教一下。他脾气太坏，而且他从小做过太多不光彩的事情。不，少华，你误会他了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……他是什么？小华，他是你的儿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算是不能让嘉佑跟少华相认，我也不能让他们父子变成仇人啊！他是个好孩子，是个好孩子。你不是说他坏吗？说他顽劣没有教养吗？我求你一件事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答应。把嘉佑留在身边，帮我教教他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当我王少华是什么？你让我去管教一个我前妻跟现在的丈夫的不成器的儿子？我是真心，真心请求你。我做不到。男子汉大丈夫。你刚才说什么都答应我，现在你是反悔了还是没有信心？我不是没有信心，我只是没有那么伟大，伟大到我可以去教一个别人的孩子。我是真心的。少华，让他去办公室找我。